头城镇公所与头城镇民代表会共同主办的2019福神弄龟活动，今年以幸福为主题，延续过去福禄、富贵、长寿的祝福，今年带给乡亲满满的快乐。这只龟今年的主题叫做幸福大龟，咱是以500斤的这个白米啊，加上咱的这个啊桂圆干，要有咱的这个米酒。还有二砂以及糖，还有啊，这沙拉油共同制作起来。咱要伫咧啊，这个明仔载的这个5点来献予咱这个土地公来给拜寿。拜寿完毕了后，咱要予咱所有这个乡亲会当来啊求姑啊，把这个幸福炸转去，会当啊旺几年。啊，这望这骨头吼，啊，咱趁钱拢会起大楼啦，吼，对啊吼。啊，蒙古卡吼，你若像咧要结婚咧吼，要结婚咧，男女等你乱来，来蒙古卡真快就做阿爸哦。啊，来蒙迄个古尾吼，咱拢会趁机会哦。所以讲这吼，啊蒙古卡吼，做什么事业拢稳当当。耶、yeah, 哦。哦，这就是吼，咱这古吼来就一直个蒙，明仔载几啊十只，你都一直个蒙哎，蒙愈济吼，趁愈济吼。好，今年的这个主题叫做幸福，所以呢，那个古爱小姐福肉哈，后把桂圆哈放进去里面，哎，对对，哎，真修哦，哦，这个是都 k i 的哈。头城镇公所委托头城镇农会家政班制作米糕幸福大龟，妈妈们分工分组展现厨艺，使用传统古早味食材，500台斤的糯米和米酒桂圆，使米糕龟香味浓郁。今仔日爱真感谢公所的吼，这个镇长阿主席啊吼，给阮有这个机会，农会吼，头城农会啊，这个家政班安尼才有这个机会，同我来做这个幸福菇。啊，好安尼安尼，予阮迄个机会，才会当出来安尼，甲大家安尼见面，爱感谢诶，丁丁，谢谢我们的宝莲姐姐，啊，咱的公所的感谢恁，予阮会当安尼来完成这个菇安尼，啊，大家吼拢安尼平安顺遂，啊，恁大家拢大赚钱。哎，这里面有法宝，就是咱的福吧，镇长，福吧是不是也代表着福气，对不对？哦，当然了哈，啊，你这所在正经爱较好啊，感谢咱。130位的这个家政班的成员啊，也当做这只米姑，我们更要感谢农会的王辅导员哈，对于这届啊来给咱指导啊，伫这所在，搁甲感谢者，谢谢。来，拍拖啊一个。为发扬祈求土地公赐福的传统民俗，头城镇公所请家政妈妈以古法精心烹调的黑糖米糕。镇长曹前顺与代表会主席杨碧村以及全体代表、里长、社区成员都一起参与体验制作。用好饭的甲米酒，搁有咱的高丽汤，会滴出着咱的米糕白白的香，公公甜滋滋。镇长已经在装甜了，哦，镇长底下灌着物件人吃，你看，哇哇，各位观众，谢谢。有9尺哈，长有9尺，宽有6尺，宽有3尺哦。有500台斤的米，啊，搁有500斤的米酒，搁有咱的福爸所组成的制作的哈。来，我们要邀请所有的好朋友哈，来，我们要一起完成我们的幸福大龟，来开始制作。最后，大家把将近1000盒的米糕堆叠成长9尺、宽6尺、高有3尺的幸福大龟。再由镇长挂牌，进献给福德镇神。镇长还有我们的主席要来进行挂牌仪式。噔噔噔噔，我们的音乐来，谢谢。这就是我们的幸福大龟。哇，上面还有招财进宝哦。啊，恁的头发啥嘞？哎，今天挂牌成功，明天呢，要欢迎大家来挂杯求平安，吃咱的米糕哦，谢谢。一拜，祈求五谷丰收，风调雨顺，咱的渔民发财，农民收成万万。二拜，祈求合境平安，人民事业、学生事业、学业都会当顺顺利利。三拜。
求国泰民安，身心灵自在安康。咱全部的乡亲，尤其咱所有人民，来来往往，健健康康，快快乐乐。所有参与福神弄龟绕境宫庙，请来镇内福的镇神供信徒参拜，再由镇长与全体代表共同向神明上香祝祷。我们2019福神弄龟起龟仪式，感谢土地公赐给我们幸福，开始领取我们的幸福米糕。别忘了哈，到正前方来可以许愿。各位贵体的祈求这个起龟活动的时候，你都可以有一个心愿。今天呢，我们不用挂龟哦，土地公说人人的心愿都可以达成。来我们的土地公前面，祈求我们身体健康，祈求孩子学业进步，祈求爸爸妈妈的平安健康哦。一定要来我们的这个台前跟土地公说声谢谢。我们这一次投诚福神弄龟的主题，就是希望带给我们所有的镇民，还有来自外县市的好朋友们，幸福美满，快乐永相随啊！敬拜所有土地公后，镇长与主席秉求福德镇神，分送给前来起龟的民众。拿到幸福米糕龟的乡亲，开心祈愿，祈求神明赐福，保平安，得好运。准备了非常多的这些米糕，就是要带给我们参与活动的好朋友们幸福、甜蜜的、快乐的感受。所以呢，第二遍马拜也丢哈，马拜也丢。好，别忘了拿了幸福米糕之后，跟我们台前30多尊我们的土地公爷爷来进行祈愿。